谢谢鲍鱼送的，送了什么呢？送的椰汁。谢谢回爱美女送的福建桃山，谢谢学富高速投了两票，谢谢。谢谢想喝波霸奶绿送的杨枝甘露。今天喝了真多。世界停转，三人静云间，能不能让我把悲欢唱完？很简单。谢谢培根大米大不同的一票，谢谢。假装帽子下的脸，用着体验买情感。喘不来气。你就当往事桌边。可以触摸去上演镂空人驱散满心谢幕晚上好。谁给我的故事写批注，不知道为啥刚突然排练完之后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心脏就很难受，对，有点痛，然后有点哽住的感觉。谢谢宝玉送的福建桃山，谢谢。啊，右边，所以才说是心脏。我心脏不在这边，我心脏在这边，是右边。对，他来直播，我想知道化了妆不能浪费。就是有一点还好还好，对。晚上好，等会要拍一个视频，对，那个 Liga 上次的助演，他说想拍一个视频，所以待会要去录，所以今天才会化了妆，对。然后我又不想把化妆包特地拎回来，所以我就在剧场那边化好了，把化妆包放在剧场了，对。然后就化好了才回来的，那可能妆要带很久，但是至少不用拿去嘛，因为我明天我要先去染头发，我约了下午染头发，我要先染头发再去剧场，所以就不想拿那么多东西。谢谢木子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对，二号去上海，谢谢木子送的1.8元。忙过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不知道，暂时来说要忙到9号。谢谢宝玉送你的1.8元，谢谢。早吗？不早了吧，2号过去不是很正常的时间吗？星期一过去，但一般都是星期一过去啊，星期六演唱会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晚上好，志愿者好棒，听起来，加油，要注意防护哦。还好没有那么辛苦，最近没有特别特别忙吧，只能说是忙，但是没有很忙很忙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程度根本就不及我上周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对，上周还上上周，上上周，对，上上周。不知道几点拍啊，就是不知道几点拍，所以才先来直播，打算等会他来叫我，我就去。谢谢草莓弟弟投了9票，谢谢。
谢意乱情迷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中泰在读科学家送的应援棒，谢谢。我吃过东西了，我吃了。吃过东西了，放心。然后今天唱了差不多从中午开始吧，然后就一直唱到晚上。对，胜利堂也是去过了。嗯，没有，丽达说他还没有拿到设备。对，我跟他说我先播着，叫他等会来叫我，因为如果拍完可能很晚了，要是等会就去了，我可能拍完再来播一会儿，要看时间嘛。明天10:30起来，我起来还得去服装部试衣服呢，因为今天本来是今天试衣服的我们队，但是我在剧场没试成，对，所以我就得明天早上起来去试，出发前去试。明天10:30起来就去试个衣服就去染头发，差不多。嗯，晚上好。累倒不是很累，对对，主要是我是就是除了对他们12个人，除了第一个人和哎呀我就直接说是我除了 SoSo 和菲菲前辈，我其他都和除了他们两个的歌，对，没有我之外，其他就是其他人的歌我都是，然后我就是这样子，我基本上就是站几首歌，然后下去休息一首歌，又上来站到结束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谢谢开心就好 ，TEW8 又送的玫瑰花，谢谢 YIBU 送的两只甘露。谢谢黄佳敏来送的巧克力，谢谢 UNIVERSE 送的90个音乐棒，谢谢。对，对，我在左边大概5的样子吧，对，左边，对，而且我是最外面那个，对，就是最沿边的那个人嘛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排了这个位置，对，我就进去收拾一下东西出来，哎，我就被安排站在那里了，对。就是在就是你们的左边，对，你们的左边的那个位置，大概在5的样子，就可能在那个摄像机那里，对，就是左边的摄像机那个位置，对，然后我在大概就是站到沿边，差不多沿边的位置。我本来今天想说，但我后来忘记了。对，排练的话还行，对，排练过了就是有底了。今天对，就是之前的话，对。谢谢宝儿送的玫瑰花，不带耳返怎么唱歌？开玩笑。谢谢宝儿送的巧克力，对，不知道可是，别这样，不敢当，对。只是刚好就是莫名其妙的就那么多歌都有。谢谢 YIBU 送的椰汁。然后对，今天老师还就是看我们那么辛苦，跟我们就是还给我整了一杯喝的，但我其实也还好，也不至于，主要是我就唱的事情，而且我又不是一唱整首，当然也有一唱整首的那种，也有唱大半首，也有唱一点点的，对，都有吧，但是就是没有说一整首那样唱的难受，你知道吗？
然后我也不用背词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他们比较辛苦，因为他们又要背词，而且他们又要唱整全部，因为和声只是就是一个辅助的东西，它不是主要的嘛，对，所以而且和声和主唱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嘛，主唱的比例会很大，基本上和声呢是比较微弱的，在底下垫着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是不一样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怎么辛苦，虽然我唱了十首歌，但是我觉得还好还好，不是很辛苦。我觉得他们要背词真的辛苦，因为我知道背词很困难，非常的困难，困难到我现在听到背词我就恐了嘛。十首歌如果让我背词，那我宁可不唱，笑死。谢谢这么太代表科学家送的音乐棒，谢谢。对。对，和声的精神要紧绷的。那我今天就是一直就是盯着主唱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看着他就是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熟了就还好。我们之前排练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，就是主歌没什么唱的部分和声，对，就是前半段嘛，前几句基本上都不用的。然后我们之前排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你们演示一下，就音乐已经响起来了，我们和声还在那里这样子，然后主唱已经在唱了，我们还在那里玩手机。对，然后差不多到了，开始放下手机站起来。对，我们就非常的随意，你知道吗？老师也不管我们，因为他主要就管主唱，然后我们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他就不管我们。对，我们就比较随意，真的随意。他总觉得我们很辛苦，对，其实我就还好，对，我觉得还行吧。可能到时候星期六大家就会看到我在台上喝水，因为我又不下去的，对，我下去也就下去一首歌，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那站着，我也是站着，乐队老师都是坐着，我站着，我们和声站着，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到时候说什么，到时候给你们搬张凳子坐着，我说真的假的，你给我们搬张凳子坐，他说是啊，然后你们中场就是等待就是可以坐在那里休息，我说我信你个鬼嘞，然后呢他说真的，给你们搬张凳子，到时候你们就休息，就是等到这首歌唱完在准备的时候你就坐在那里休息，然后我当时就是那种半信半疑，我说真的假的，就是班上坐着给我们坐这么好，然后今天呢我们排练的时候确实有张凳子在后面坐着，然后呢开始连排了，姐姐啪把我们凳子全收了，啪我的快乐没了，然后老师看着他收也没拦他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被欺骗了，然后我一站在上面站六首歌还是站五首歌，救命，谢谢折花在九少年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对，无语，祖传画饼，当时我就说怎么可能啊，怎么我们有立麦嘛，我说怎么可能还给我们整张凳子，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就不信呢，当时我们老师信誓旦旦的有给你整，然后我当时才相信他，我居然相信他，我就不应该相信他，我相信他了，然后啪我今天的快乐就没了，他就直接盘腿坐，不好吧不好吧，在大家面前，然后这么多人看着我啪一下坐到地上，笑死，不一整场倒没有啦，这不就是12首唱10首吗，也还好，对，到时候带瓶水上去，然后带瓶水上去之后怎么了，我们后然后会我们老师也是这样说，他说到时候你可以带一瓶水，拿个透明的水杯，没有 logo 标签品牌就行，然后上去，然后最好还有吸管，然后呢放在那里，然后呢你唱完一首你就可以喝口水这样子，然后呢我害怕他那天都不让我带水上去，我在上面连唱5首连唱6首他不让我喝水，他不让我喝水，笑，我到时候把我的水藏在那个消防栓那，就是那个侧台那边那个，然后一灭灯我就冲过去蹲蹲蹲蹲蹲，然后拧上再回来，躺着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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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主要是其实也会拍我们和声嘛，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放个水杯在旁边的话，可能有一点影响观感吧。对，还是不要拿上去比较好，影响观感。头上那是我的裤脚，那是我的裤脚。对，啪一声，又收走。对，所以我到时候把它藏在某个地方，不显眼。到时候我就去偷偷喝水。今天没有喝冷泡茶，今天没有喝。不准笑，那是我的裤子。反正我到时候我喝水，我每唱完一首，我今天就在喝水，对，真的。主要是我们也不能坐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知道控台什么时候给你开灯，它啪一下灯就给你打开，然后啪一打开，发现你坐在地上，那不好吧？然后到时候全场的观众就会发现我坐在地上，不行不行，对，因为。在调试的阶段，它随时可能开我们的灯，它一开那光一打下来，那不好不合适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什么喜剧人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坐地上是安排，麦架那么高，你跟我说坐地上是安排，也挺好笑，抢镜头。喝水，对啊，喝水，多喝水。挂在舞台的升降桌，笑死！你们都好会整活。蹲蹲蹲，我刚才还有这么多，我现在就已经到这儿了。谢谢墨子子送的姻缘棒，谢谢。对呀，明天要去染头发。是的。对，明天大家就会看到我的新发色，其实我有点紧张，对，想染紫色，对，不漂，想染暗紫色，对，不能漂，不能漂，对，我不能这么伤害自己的头发，不行，虽然它真的很好看，但是伤害自己头发这种事情划不来，对，我的秀发可不能就这么，对，想染暗紫色，但是能不能染出来呢，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感觉不会很明显，对啊，但是要看染出来效果怎么样。其实每个人的根据底色出来的颜色不太一样，主要是我现在的颜色呢，就是其实很看灯光，其实好看的颜色都挺看灯光的。比如说我昨天，大家有没有看我昨天的直播？我昨天在台上直播的时候，我的头发有一种粉紫粉紫浅紫浅紫的感觉，非常好看，但是那都是灯光的作用。对，你看现在看紫色是什么，与我有关系吗？对，真的，我昨天直播的时候那个灯打下来老好看了。对，但是你看现在什么玩意儿，主要是我，你看已经，你看有这么多，就是长了这么多头发了，你看分层过于明显了哈，这里。谢谢木子送的羽毛，谢谢染心机送的椰汁，谢谢非常简单小羽毛送的杨枝甘露。其实现在还有一点点红吧，对，但它掉的差不多了。就连我们姐姐都染了一个红色的，对，就是那种红棕吧，也是，但是它会偏红一点，它新染的发色。我昨天见到她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换造型换发色了。”然后我们姐说：“是啊。”然后我说：“我也要去换发色。”哇，换一个比你更明显的颜色。笑死他！他昨天我在哪？
就是准备排练嘛，我就在后台那里探了个头，在那个柱子那里，然后他就看见我在那里探个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这个给我探了个头，然后跟我说嗨，然后就发现他泛红他的头顶。看一下上次修的反图偏红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红色。上次反图那时候可能还要比现在要红一些，对。我的粉丝都非常的就是懂事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上一次染了蓝色、蓝灰，但是没染成，就是没染的那么明显。然后反图他就给我 P 成了那个颜色，懂事，太好笑。他就调了一个很相像的滤镜，让我的头发看起来有那种感觉，太好笑了，懂事。对，要是这两天要是就是明天开始啊，就是反图的话，要是我的发色不紫，大家麻烦不是。算了，也不能这么欺骗自己，但是拍出来会好看啊，这样子，求求了，希望明天一定要染成功，求求了，求求了。对，上次图真的好好看，刚拍就被美到像大明星，感动感动。上一次那时候是还行吧，就前段时间，对，不是很早之前，对，我还是觉得很可惜。其实我真的感，我这个发色，它的前面的颜色就是紫色的，但是因为是泡泡染嘛，泡泡染它就不持久，它就很容易掉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那个发刚好我不是那个时间不是封校嘛，在学校，就是最后的那个星期被我洗没了。我已经忍着就是少洗头了，你知道，但是还是，然后主要是一个星期六，然后等到大家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红色了，对，不紫了。但是其实刚染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室友们惊叹了，他们说好好看，好紫，好好看的紫色，他们都每天看到我就在那说天哪，好好看这个颜色，然后一个星期大家见到我就已经是红色了，好可惜啊。对，因为泡泡染所以不是很持久这个颜色，对。然后这一次也是因为没有别的时间可以染头发了嘛，我只有明天去染，然后就导致了我可能最近要频繁的洗头，刚染完就频繁的洗头，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上海。对，上海的朋友们，要是见到我已经变成红色了的话，对，大家就帮我 P 一下，不是，救命，谢谢 Dream 好，不能这么念 JUNHAO 2021投了一票，谢谢。对，主要是我不可能出发前一天去，因为出发前一天太忙了，一天的公演，下午 VG 晚上联合的，根本就没有时间，对，我只能星期五去染，星期六也有拆板和公演，所以我只能明天去染，所以就可能会等到机场的时候就洗没了。对不起大家。太难了，太难，这太难。你是不是对发色不了解？紫色一定会掉成红色，就像蓝色一定会掉成绿色一样，是一个道理的，好吗？不是说，难道紫色你还能给我掉出花来？笑死，怎么可能啊，这就是它的颜色规律好吗？蓝色如果你没漂的话，蓝色B掉了之后就是绿色，绿色开始掉成，然后开始掉成棕色，所有的头发最终归属都是棕色，如果你没漂的话。对，红色紫色就会变成红色，红色就变成棕色，这就是它的本来的自然规律。对，怎么的我还能从紫色掉成蓝色，那我是神仙，那该这样多好，一定要掉我两个喜欢的颜色，什么颜色要好看，希望希望，求求了求求了，再献祭。周六要去认真看看发色，可以可以。
我觉得这种东西眼见为实，必须要来亲自看看。对，所以周六欢迎大家。因为拍照拍不出来的，就像我上次的紫色也拍不出来，拍的都是很红的，拍出来就必须要来亲自看，或者公演来也行。对，没错，长得好看就行。红棕其实挺好看的，确实，但是不能太，就是只要不是那种太艳的红就可以。就打光，我也不能依赖打光啊，对吧？我给自己打了光就会有紫色啦，我总不能举着，每天都举着个光这样走路吧？离谱吗？真的是。行走了打光灯，对，每天就是见到自己镜子就是这样子嘛，每天走路都要这样走，给自己打个光，看我的头发发色，看到了吗？但是不举它就不是这个颜色了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头发已经棕的差不多了，主要是我很不能接受自己就是发色比较明显，然后又长了新的黑发的时候，就像现在这样，这里就是黑的，然后下面就是棕的，对，我会比较不能接受这种情况，特别是当它这一截了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想把我的头发都剪掉。就那种感觉，谢谢我是一碗平平无奇的大米饭送的姻缘帮，谢谢。对啊，分层的很明显，所以才很想去染头发。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它分层很明显，其实我这次不染也可以，因为这个发色也不是不行。但是它分层实在太明显了，丑，上台丑，特别是光一打，然后可能到时候什么演唱会的视角，然后大家要是从上面往下拍 focus 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头啊这里就是黑的，然后下面就是，那不行不行，那必须染。这次拍 focus 的大家就是记得要找好我在哪儿哦，可能修一下你们大个孩子就没了，懂我意思吧？对，啪，你待会那么大个孩子就没了，你就找不着了。对，你会看到我就是都唰从那里到那里。我经常看到就是那种韩国也有那种直拍嘛，然后特别是大型团的时候呢，然后负责直拍的摄影老师就会找不到自己的孩子，对，就是拍着这个 idol 拍着可能就换了一个 idol， 也不知道是谁的直拍。拍 f 的大家要找好哦，我还在想呢要在头上整点什么，对，让自己看起来更耀眼。对，你说我要是戴耳夹去甩头，我会不会啪一下把它甩掉了？一个甩头，耳夹没了。对，所以我很纠结。主要是我前两天买了很好看的耳夹，对，主要是没有耳洞，会甩掉。哎，我那个就是去买了那种不灵不灵的，给大家看。我买了一个，我觉得它就好好看啊！你看这个，它是一个皇冠，不灵不灵的。然后
夹来的，啪一下就没了。看，这样子，然后一个甩头，耳夹没了。而且我还有个本来是吊坠的，看这个也很好看，就是怕把它甩掉而已，也没什么好怕的，怕甩掉了就拔不了就不要了。只是我是主要把它甩到的时候，甩到别人那里去。哎，那可不行，甩到别人就不好了。经典什么呀？这样子，好痛！这个怎么这么紧啊？头饰也买了，但是头饰被我放在了剧场。还没拿回来，怎么夹不到呢？这个夹起来怎么夹到我肉了？夹到我肉了。反正就是这样子，我很害怕把它甩掉，怕死了。你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。事情是你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你也不行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心的不索取关于你。对呀，很好看，就是怕甩头。你都不知道我们对练这个舞练的，每个人练的脖子痛腰痛的，太不容易了，那可真的是。真的，希望真的，我们是抱着那种大家看到我们的舞之后都会发出感慨，哇哦，就是我希望。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舞周，大家的反应都是很一致的惊叹，对，会有那种哇哦哇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，真的很希望会有这样的评价。可爱不可爱，我们的舞不可爱，我可爱，但我们的舞不可爱。不是每一次都是每个队一支舞吗？然后 GNZ 又，然后全三个队加预备生也会有一个舞，这样子就是四首啊，一个团四首这样子的嘛，就我们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其他的全员曲的话不清楚，就是全团全曲的话不知道。真的，主要是这个舞真的挺难的，然后跳好也挺难的，因为就是不好搞，对。然后，老师也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，就是给大家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真的太希望有那种。因为三个队里面我们的舞是最难的，然后那天我们是第一次全员排练的时候嘛，然后呢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其他队的舞嘛，然后我也看了 N 和 Z 的，对， Z 的就是应该是我们最难，然后到 Z， 然后 N3 比较就是相对于三个队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对，但是也是对，然后那一天就是当时候我们队跳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队才还没练，是没练好的嘛，大家都是各跳各的乱七八糟，然后已经把 Z 和 N3 都看懵了，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哇好难，救命，对，他们就说哇好难。但是那天排就是我们昨天排练的嘛，我昨天下午抠动作的时候，老师就说
真不错这样子，然后我在那里怀疑人生，我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有这么炸裂吗？这种感觉，我好想，主要是我真的很想，我很想看，我很想站在上帝视角看看我们对跳舞是怎么样子的。对，主要是如果老师都觉得很 OK 的话，那我觉得一定是很棒的嘛。就是，所以我就很想站在上帝视角看一下我们对跳舞当时怎么样，才让我们老师发出哇真棒这种感慨。对。就很惊讶，非常的惊讶。录了录了，但是那种感就是你知道，就平时大家没有化妆跳舞和化了妆跳舞是两种感觉。没化妆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纯看动作，但是化了妆之后大家会有表情，你知道吧，会有表情，然后会有很微妙的感觉。化妆和不化妆的跳舞真的很不一样，对，真的不一样。所以我想看看化了妆的大家就是这样跳的时候，老带劲儿了。对，哐哐哐就是跳，嗯，对呀，就是穿上服装化了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，对，真的真棒，真不错呀。每一年排总选的时候，我都是就有那种。有一种那种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跳好，一定要把这个舞台搞好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因为真的，每一次就这种大型舞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且就是必须要完成好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至今以来，对，嗯，就是那个。就是 B50 的舞台都挺满意的， B50 以来舞台都挺满意的。然后总选舞台，我最满意的总选舞台是去年。嗯，其实再上一年，我们有一年我们队是跳 Night Night 嘛，就是全员版 Night Night， 然后其实那个我也挺喜欢的。对，然后但是那时候的跳舞，我那时候的自己跳舞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好，而且那时候我好像还没有 flow， 那时候好像没有看到自己的 flow， 对，所以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就是会怎么样。对，但我比较喜欢去年总选的舞台，然后 B50 的舞台都喜欢，最喜欢的还是狐狸。对，谢谢姐姐姐姐送的两只甘露，谢谢。两个了已经，对。狐狸的造型不错，主要是。其实可能是。金曲的舞台可能会比较精致一点，对，因为毕竟金曲是 unit 嘛，少人的，对，然后总选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队伍啊，一个队啊这样子的多人的舞台，对，选 unit 不是只有 top 16才有吗？全团 top 16才有。
第三个了。对啊，总选基本上很难有近景舞台吧，就是镜头什么的。我去年是《盛夏好声音》，去年的《盛夏好声音》真的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到现在都会跳，这种一放我就会跳那种。当时学的很痛苦，但是把它深深的刻在脑海里面，我现在真的是深深的刻在了这里，简直了。对，就无论多少次他放起这首歌，我都会跳的那种感觉。那时候记得太深刻了，可能这次的歌也会记得很深刻吧。对，我其实每一次我还有我去总选第一天的乐趣，排练的乐趣，还有就是我喜欢看别的团别的队跳舞，对，想看看他们跳什么，想看看他们跳的怎么样。对，我每一年都是这样，每一年别的团开始排练了，然后我手机都不玩了，对，手机都不响了，我就开始看别人跳舞，对，就看别的美女跳舞。什么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没有啦，就是想看看别的队就是跳舞嘛，毕竟这种机会也不多，是不是？晚上好，打游戏错过直播了，哼。话说我还没收行李呢，本来是前两天收的，这不是没时间吗？好，去上海追房货，丽卡叫我们去录舞喽，拜拜，关了，明天再播吧，对，拜拜，要关了，我要去录东西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翠绿牡蛎救援机送的99个音乐棒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 Universe 送的杨枝甘露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晚安，关了哟。